亚运会男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，我国选手王凯光以1小时22分4秒得到男子20公里冠军，日本的山西绿和只是以6秒的差距输了比赛。这比赛可以说是龙争虎斗，两方在前18公里都在较劲。18公里之前王凯华稍微处于领先，可山西利和加速反超，最后2公里两方展开白刃战，王凯华加速冲刺，最后他在终点超越日本选手得到金牌，山西利和只输了他6秒。他赢了之后非常激动怒吼，举着国旗庆祝这胜利。然而山西利和也非常累，两手扶着膝盖板腰，可以在20公里那么长的距离中两人实力这么接近，最后2公里压根是玩命拼，比赛可以打成这样，于王凯华而言真是很不容易。网友对此在网络上评论道，王凯华好棒，这个金牌是用血汗拼回来的，很不容易，他太厉害了，这种比赛最解气了。